三圈网就颜值有专业的舞蹈频道，大家好，我是这档的接档主播，我叫施丽珍。然后喜欢看跳舞的就来这九三圈网就颜值有专业的舞蹈频道。大家喜欢看跳舞，把屏幕左边五星我喜欢分厅的预约给预约一下。喜欢我的话，右下角有一个直播室通知我，大家记得勾一勾。手机用户左上角有一个关注，大家记得给我点一点。然后我先给大家带来第一支舞，记得点一下我的关注哦。哇，谢谢，辛苦了，感谢给我送礼物的小哥哥比心，谢谢你们。然后也谢谢给我那个
点心打卡送花花的小哥哥们，屏幕下方有那个小爱心，能给我点的帮我点一点哦，把你们的小心心送给我好吗？可不可以？然后谢谢啊，感谢哥哥的礼物。这儿直播时通知我，大家记得勾一勾。然后屏幕左边五星我秀嗨翻天的预约，大家预约一下。这块小爱心，谢谢所有宝宝给我点心。让现在帮我选一下一会儿他的第二支舞，第一个是初恋，第二个是 Red。 不可能，为什么呢？为什么不可能嘞？一和二大家帮我选一下，准备三二，你们能不能滚动起来好不好？滚起来滚起来，一二选一下帮忙，三二一。恭喜这个 A Poison Story， 来恭喜大哥选到了这个 Red， 你可以的啊。好吧，那我就只能给你们跳跳那个，那必须的，那这毕竟是一个高材生，那英语这不是就方方面面的就非常的到位。来给大家跳第二支舞，记住点我的关注，帮我点心，帮我打打卡，谢谢你们。
哇，谢谢你们的礼物，感谢你们，感谢你们不停的六六，谢谢。到了最后一支舞的时间了，来，我先检查一下你们的心，今天怎么点的这么少？然后我的关注也帮我点点啊，我想知道，就是我在跳舞的时候，你们能不能，先停一下你们，先停一下你们忙活的手，能不能给我点点关注和点点心？对，感谢，谢谢，对对对，就是这样，来，让它涨上去。现在还有三分钟的时间，我给大家跳最后一支舞。跳得不好，跳得不好咋办呢？跳得不好我会好好练习的。没空是不是？那你们就不能就是没有时间挤出时间来吗？哎，最后一支舞。我今天应该是，我也是最后一天过来轮麦了，所以你们一定要点点我的关注，不然你们就把我弄丢了。最后一支舞啊，나는